大新银行后人马星阳，去年同结婚27年嘅太太，81年港姐亚军钱慧仪离婚，两个人更加一度对簿公堂。回复单身嘅马星阳，近日就被传他上现年29岁，22年港姐冠军林玉慧。我哋收到读者爆料，话佢哋每个礼拜有几日都会喺中环撑台脚，系兰桂坊公开嘅秘密，更加附上一张佢哋喺上环日式餐厅食饭嘅相。报道出街之后，男主角马星阳向我哋独家否白，话同林玉慧系喺慈善场合认识，大赞对方好好同埋纯品，形容林玉慧系细路女，希望传媒可以俾女方一啲空间。马清扬又话自己单身，同林玉慧来往实属正常。至于有指林玉慧经常出入马清扬嘅山顶豪宅，又有名贵跑车接送代步，马清扬就解释林玉慧有一晚出席慈善活动嘅庆功宴，饮咗酒不宜驾驶，所以佢吩咐司机将林玉慧架车停泊喺屋苑，等佢第二日攞翻车。至于女主角就暂时未有回应了。